沙漏除所有光属性攻击提升哦，消除的话它会再额外提升 1.5 倍。诈欺好像是用四个人一起啊，对，四个人一起抢银行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诈欺，但是我知道末世录他演了蛮多的。这个应该很简单吧？嗯，这只熊是他演的，很厉害。头尾拜月更好，我都进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是死亡笔记本比较有印象？对啊，十回合要打完呢，不知道行不行啊？这样武康完蛋了，我很怕天降哎。刚好，可是还是被骗开少单纯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好可怜哦，他到最后还是被骗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千万，这个用炸的吧？这个用炸的炸死他吗？不用炸，直接打是不是？六滴血哦。可是我现在卡光珠呢，好可怜哦。怎么办？十回合而已。运气太好了，掉卡了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没有十回合，怎么办？骷髅头了，我卡只有一串，可以带得过吗？我不会等一下就死啊，因为我要克死，开合体。开肉背女，开肉背女，十回合可以用光八股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光女好威啊！哎、欸，我还没用过这个技能呢、欸。这个肉背女好强哦。煮泡面，你这样对吗？我也想煮泡面，我也想煮泡面。大家都要来练习一下，队友就这样。我也有证，练一个队员是必须的，难怪他深得夏天的喜爱。
不要想跳卡。可是我没有特别在练这个呢，这个有要练到满技吗？这个有要练到满技吗？掉卡啦！这伤害算得精准，安安成就解完了没？还没，再解第一个而已。对啊。